这个老大，您想当国王的梦想，不就完蛋了吗？这我知道，不然我找你们来干嘛？我们来想一想，要怎么样才能把王位给抢过来？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把国王最喜欢的果子偷走，然后喝光。这样的话，国王就会很伤心。那我们就有机会了。你这个笨蛋，喝光果汁哪里抢得到王位呢？当然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国家变得乱七八糟，让大家讨厌国王，趁机打败国王，然后不行不行，你忘记了，上次我们想陷害国王，结果被人发现是我们搞的鬼，差一点被抓去，咔嚓！要不是国王仁慈放过我们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我有一个对付国王的办法。